大家好，我是蛋蛋酱。最近看了一部新剧，在看完第一集之后，就想着一定要做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好久没有看到这么老套的剧了。更可怕的是，它居然还能让你追得下去。我生主化不起，我一生下来还裹在小棉被里，像个俄罗斯套娃的时候，我妈就死了。我舅舅带着我一路飞奔，躲避追杀。我感觉我们的身份真不简单。果不其然，很快我们就开始讨饭了。这一讨就十几年，生活没有一丝波澜，每天吃不饱穿不暖，想做点生意，我舅还死活不让干。哼，说什么这辈子我一定要当乞丐，不当乞丐他就跟我急。凭啥？我偏不！我会好好讨饭的，九叔。眼看着发家致富是没指望了，我打算试试撩汉这条路。公子，不行啊，大白天的我的男神是个大侠，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站在一棵树上，鼓风机在他的面前狂吹，他绝下树的表演堪称 wonderful。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感觉：大哥，你这个逼撞得我给满分。见过一次之后，我男神他就开启了嘴上说不是，身体却很老实的定位追妻模式。你该不会是一直跟着我，喜欢上我了吧？我只是跟着那群劫匪，顺便救了姑娘。但凡我遇上事了，立马就能出现，不是给我送药，就是给我送鸡腿。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你只能是暖男。为了测试他到底是中央空调还是单人小风扇，我决定跳个崖试试。在经历了大名鼎鼎的跳崖不死定律之后，我的人生也终于走上了套路。小乞丐一秒翻身变郡主，面具侠脱了眼罩成王爷，大反派临死不忘要寻宝，这结局我想你们都猜得到。我是难不到几大，绝对是个惊喜的莫若飞。有人喊我小哥哥，因为我举手投足眉宇间都是大显帅气。有人喊我小姐姐，理由是毕竟我还没有到飞机场的地步，还是有点凶的。没错，我就是在剧中男生女相俊美无双，而实际上就是女扮男装英姿飒爽的莫家大少爷，女主他哥本人。作为一个宠妹狂魔，不知道妹妹喜欢什么颜色胭脂，所以必须要全买。因为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嘛，所以我把所有的都买了，你都可以试一试。不知道妹妹平时看不看美妆视频，所以要亲自给她试色。我给你试一下啊，你看看这个，再试试这一个，这些东西呢你都得试。为了保护妹妹被同级导演没关系，为了找到妹妹心急如焚，食不下咽，又当姐又当哥，既可以帅气的撩，又可以贴心的宠，就问你羡慕不羡慕。我叫阿黄，是女主夹了一条沟，我已经狗带了，我是真的气呀、啊！我跟女主头饭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等到她要翻身当郡主了，看到她房间里连我的狗别墅都有了那一个，我都忍不住想唱歌。好嗨哦！还没来得及住进去编剧，你就这么把我一刀斩了？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你妈一定要咬死那个砍我的家丁！我把人家抓贼，能他妈把我给杀了？说着嘞，这剧情过分了好吗？想我在世的时候论演技那也是狗种龙凤啊，让我立正我都不敢手，让我转晕我就立马倒下，就连女主头袍都是我带她钻了狗洞，结果编剧一阵盒饭说给就给，你还算是个人吗？我看你连我都不如，哼，我不吃，还我狗命。最后淡淡说一句，论剧情这部剧真的老得过分了，但架不住林依晨满满的少女感和张彬彬自带的霸道公子气质还是超级搭的哦，用来下饭课堂笑一笑还是可以的。